迎收看 Hi So In 娱乐最 Live， 我是您的主持人叶婉玲。那今天我的喉咙稍微有点不舒服哦，非常抱歉。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节目啦。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啦，在巴生那一带的电影院呢，传出了闹鬼事件。那为了寻找真相，我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到电影院去探个究竟，结果就让我在当场抓到了两只白面女鬼。原来这两只女鬼是无辜的，她们只是配合最新的电影《聆听》而到电影院去挑战大家的胆量。那有胆量跟女鬼一起拍照的朋友呢，也能获得丰富的奖品啊！如果你想要跟女鬼拍照，也想要试探自己的胆量呢，就赶快买票支持《聆听》这部电影吧！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虽然今天我病了，可是还是要感谢评审们对我的肯定，我终于进到决赛啦！可是我在这里呢，我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。我是 F6 叶婉玲，谢谢。